家同学们好，我是丽莲。我是在去年的四月份，认识金刚小波，认识尊者，然后也是由索菲亚师姐带我来这里，然后来到这里就，其实很多道场都我都有去，就好像师姐问我，哎，怎么你会来这里？你确定我的会啊？就是这里啊，我讲。然后因为这里的给我感觉就是，学佛嘛哈，以前我们就讲行善就是学佛，其实不是，来到这里是修行。其实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习气，然后很多贪嗔痴，之前没有觉得，就是来到这里就知道自己做错很多东西，然后很多行为也是不对。其实就认为说行善，行善就是做好事嘛，其实以前就是那种很所谓的无名啊，就是去做布施做佛，可是没有善巧的去布施，然后行为也不对。当现在来到金刚小佛，每天早上满殿的早课26的打坐，满殿传的是法也是教育，所以每当早课过后，每天遇到的东西都会想到，哎，这件事情我不可以做，即使以前我会认为这是对的事情，其实不是的，我会用我的思想，用我的想法去想，在外面看是对，可是真正去思考来讲，这并不是我做的是对的事情。然后还有来到这里，妈妈家也变得更和谐，尤其是妈妈，然后再对我妈妈一音。妈妈在几年前，应该是两三年前，已经是不能够入睡，妈妈有帕金森嘛，然后就每天要靠着安眠药入睡，然后我带妈妈去看医生，医生就讲，哎呀不用紧啊，因为如果老人没有吃安眠药的话更不好，然后妈妈就每天吃了吃了就越来越有点痴呆，然后手也抖，然后就把妈妈带进金刚小佛认识到满爹，然后满爹的教导，然后满爹教妈妈念佛号，然后每天妈妈就要开着满爹的那个佛号，没有天就睡不下。对，我没有听到满爹的佛号就睡不下，一听到了哦，一下子就睡觉了。然后妈，你来这边，我刚刚是没有。我感觉到真开心，心真正好哟！啊，看到满地哦，人够好，搁劝人，劝我人家庭较袂乱，无我人家庭真乱。是，因为妈妈就每次在家里会跟爸爸吵架，不算很吵架，抬杠啊。可是现在好，对满爹的引导，就妈妈跟爸爸感情也变得很好，然后妈妈也会跟爸爸有时撒娇，我爱你啊这些，所以家里的气氛就变到很好。没有啦，我叫家里少。然后妈妈也很开心，每天就会在家里就有事情做，因为她就想要说，哎，要来供养满爹，然后老爷特别就想东西要煮什么来给满爹。对，人也比较变得精神，然后也不会有时在家里就发呆啊之类，然后有时还会听满地的法，早上的时候有妹妹开的时候，妈妈也在听着。有啊，我想着你要开，我就听她开了，我就听了，听到完了，我在睡觉了。没有啊，就是跟满爹话了。跟满爹讲什么？你要跟满爹？满爹，谢谢你啊！还救我，我就死掉掉。我这里补充啊，在我认识应阿姨，应阿姨进来禅之后呢，其实应阿姨真的健康，就像现在这样。以前她进来的时候，她是不是她要拿住啊，然后她手一直抖的。但经过跟尊者的学习和尊者的引导呢，你看今天她真的很健康，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的尊者哈。感恩满地咯，满地知道我刚刚谢满地。是。
好。然后我要补充的是，还有我妹妹丽君也是坐在那边，因为我妹妹是行动有点不方便，然后之前就有一点自卑，然后来到这里呢，满带的鼓励，就叫她拿着拐杖出来，然后满带鼓励，让她去外面，就是敢敢的走出来。所以妹妹现在也变成比较勇敢一点的，不会像以前这样自卑，去哪里呀、也会融入大家，所以就很感谢满带。是，沙丘沙丘沙丘。好，一说哎，有一个道场在巴都巴哈，很方便啊，希望我如果有缘的话可以过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来这个我们的静坐这个静夜小波认识我们尊者啊。当认识尊者的时候呢那时的我呢还是懵懵懂懂，对这个佛法教育还是比较生疏的，但是经过尊者的每天的早课的法开示，还有246的打坐过后呢，我就不断的学习啊，所以到现在差不多有2年了。那在这里呢，非常感恩我的敬爱的尊者哈，因为有他的引导和引领呢，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变得很宽大。也自己能够在这个心力上去提升，因为我们打坐呢、修行呢，可以呢增强我们的心力哈，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惧怕。让我在讲课的时候呢，我能够有更多的智慧去引导更多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我在这2年的收获。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因为我妈妈刚刚去世一个月哈，所以在妈妈去世的前一个月呢，我呢其实呢。是不孝顺的女儿来的，本来是不孝顺的，因为我们都懂孝顺，对不对？但是我们懂得孝，不过我们不会顺，有没有？但是呢，在与尊者的学习过程中，这一两年呢，我不断的从尊者的指导呢，我去了解我的父母，然后时常跟他们谈天。在我妈妈今年77岁，她在前一个月要去世之前，我跟她做了很多关于我的学习和引导她。所以从妈妈在逆流的之中呢，我引导妈妈呢去看光，去专注在她的鼻子啊，让她能够呢很安心的，就是不惧怕的哈，就是很安稳的去走完她最后的一个时刻。所以最后我妈妈呢是在安详中去世。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的尊者，因为有他的引导呢，让我真的可以稳稳的去照顾我的妈妈。这一个月呢，我真的很用心的去引导我的妈妈和跟妈妈相处。所以真的对我来说，这一生呢，我非常感谢我妈妈。我也在妈妈的这一个就是白事上呢，我有跟妈妈，我有引导我的家人一起送这个我们的这个慈爱经啊，也是引导全家人送慈爱经，也引导我的家人呢，每一个人呢，在我妈妈的棺材边呢去谢谢我妈妈。这些都是我们尊者对我们的教育和引导。所以我觉得呢，自己呢所能够为妈妈做到的，都是感觉上就是自己无怨无悔哈，无惭无愧。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可以放下妈妈，所以真的很感恩尊者。所以在这里谢谢我敬爱的尊者，沙鲁沙鲁沙鲁。所有的今天过来参念的朋友们好，丽美想在这里分享的是，丽美在还没有进来静夜小波，本身是从来没有去过参念啊什么。就当初是由一位澳洲过来的朋友把我带进来，他要起初跟我分享要叫我进来参念的时候，应该是有跟我分享了3个月，是他的那份坚持让我感觉到怎么他这样坚持嘞，所以就当作是走进来看看一下哦。本身再进来看看一下当中，过来也是当作是走马看花这样的心态呀。很想进来，我在进来当中看到我们慈悲的尊者在分享的时候，心里就有所感触了。记得第一次来听到尊者分享的时候，那时丽美，因为丽美本身是在外面自己一个人打拼，带着5个孩子，什么东西都放在心里。第一次进来听到尊者分享，很用心的在解说的时候，心里的那股好像累积很久的委屈呀，突然间就好像感觉到
话，这个因在外面打拼这样子，还没有真正遇到这样慈悲，真的是愿再分享，愿意听我们灵魂讲，我们心中的那个勇气，所以本身就感觉到真的是我们的尊者真的不一样哦，不感觉到真的不一样，所以就慢慢走进来。包括当初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感觉到，哎，他妈妈要叫他去某一个地方都很难，然后妈妈会想要想要进来后面，就有跟孩子分享到，你们可以自己进来看啊，因为如果是妈妈讲太多也没有用。包括我的这个子欣，他进来也会感觉到，他累积在心里的那种闷气啊、脾气啊，我妈妈养了这样多年了，20多年都没有感觉到啊。他来到这里，反而把这个用心的，知道他内心深处，就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在遇到事情啊，怎样有脾气啊什么啊，我真的是给我这个妈妈感觉到，可能我很忽略了这点咯，这点让我相信到，如果孩子没有过来缠念，可能因为我本身教育孩子是用骂大大声喊的，就是让他好像那泼妇那种东西啊骂骂这样子咯。如果他来到这里，他们就比较不愿意听哦。来到这里了，看到班队跟他的教育是用分享的教育啊，孩子会愿意接受啊。包括我也看到孩子，愿意进来前面听班队分享，有感受到这个教育不一样，所以孩子方面也有改了。最起码孩子，我看到的孩子改掉他的惰性哦，脾气哦。包括我自己本身，他来讲我的脾气也是蛮坏一下，蛮抽一下的。啊，以前的朋友都懂的。我现在会，而且做事会比较急躁，可能我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就想我很忙啊，所以我就很赶时间啊，就很赶，就对。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身心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哦，自己本身觉得明白到的。不过还是改不掉那个习气啊。从遇到尊者会跟我们分享讲，我们要修改我们自己的这个急躁啊，或者这个脾气啊，肯定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咯。对，慢慢看到了这个慈悲，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很听话的人呐、啊。不过在这里愿意听感谢分享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感觉到，我在骂孩子的时候哈，孩子不听话，我就有点要吐血了咯。在这里，那对我们无情无故啊，他都很愿意的、用心的跟我们分享啊，教育我们怎样修改我们的那个错误的行为啊，就真的是觉悟到自己真的是很愿意听起班队的教育了、哦，因为班队的教育是无私的，其实是真的无私的，因为我们真的教育孩子，像刚才我说的。骂了一个，骂第二个，差不多就要拿椅子钉了了。在这里，班队对着我们这么多同学，真的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子在分享啊，在教育啊，真的是给我感觉到，哇，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这样子慈悲的人哦，因为无情无故嘞，我孩子真的是第二个，已经在这边，我这个小儿子看到，我真的是拿椅子丢了哦，骂了第二个就椅子丢，第三个差不多起来。人家说讲爱听死掉啊，不过我们对着我们这样子，我们都很耐心的跟我们慢慢的分析啊，可以牺牲掉自己的睡眠啊，自己的那个休息时间啊，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感恩哦。包括只是自己本身也是有感觉到，妈妈真的是在教育方面会比较用比较柔和的口气啊，他们也比较愿意听哦。想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如果好像大人我们大小声骂我们，也是不愿意听啊。不过我们还是习惯用这种态度来对孩子哦。如果没有遇到班队，真的我可能我现在还是继续用这种态度。所以每次在家骂孩子哦，才骂几句，你们就跑去楼上了哦。而且就在楼下好像通啊这样子在喊着他们下来要听我讲话哦，没有人愿意下来的。所以我真的是。有感恩话的是，真的是感恩，之前带我来产业的他是知道的感恩精灵哦，感恩精灵三个月算长不长，算短不短，他也是很坚持哦。带我进来产业，认识到反对，更感恩反对在这个修行路上让我改掉坏脾气，可以能够改变我的错误的行为。
错的心，所以我愿意再修改，因为我会觉得在修改自己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少发脾气，心脏也没有照样快了，因为我也年龄了嘛。所以感恩两位，谢谢两位。谢谢师傅解杀如沙如沙。弟兄，同学们好。因为刚刚是我妈妈在分享她在静月小波里面得到的学习成果，所以呢，有一些部分的我自己的缺点也是有展现出来。其实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大人教育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你不要给我自己去试，可是是在心里想又讲出来啊，做你不要给我自己去试，错了我就知道哪有问题了。可是大人有时会分享，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知道这样做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还是听不进去，就用脾气来盖过那个声音，就自己想不要管，反正我就是要跟着我自己的想法做就对了。但是接触到静月小波之后，班队有教育指引，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事情是还没有去做就知道它的后果跟效果会是怎样的。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要自己做是正常的，不过因为走过社会的人都知道某些事情是肯定不能做的。身为年轻人的我就会想说，就会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做，我就是想要自己去试看，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有听劝，就是听有经验的人说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所以呢，我自己呢也是有吸收到一些教训，就是确实之前做错很多事情，然后也是会从里面吸取教训，开始会慢慢听进大人的话，才能少走弯路。在接触打坐修行之后呢，才会观察到自己的内心，其实自己的内心是一个很懒惰脾气很坏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修行其实它字面意思就是修改自己错误的行为，在接触修行之后，执行自己确实会有改善自己的惰性和坏脾气的这个缺点，改掉之后呢，会感觉自己的人比较开朗，比较开心，比较活泼。如果是之前就在家懒惰就躺着，然后会想一大堆东西，但是其实都没有行动力的，所以这个就是惰性造成自己没有行动力的一个主要原因。通常就会想，反正我头脑想 step A step step B C D OK，我觉得这样子做应该可以成功 OK， 想然后明天睡醒起来没有说了，反正不想去做 step A 就放掉了，然后就没有 BCD 了。其实在接触之后才知道，其实行动力胜过任何的优点缺点，只要有行动力它就会有接下来的效果，如果没有行动力，在想多么久，想十年二十年，到最后这个事情都不会成真。刚才妈妈有说在家里的时候，有时确实妈妈有发脾气，然后儿子不想听啊，这个是以前自己不成熟才会造成的一个局面。因为现在会知道妈妈其实是用心良苦，想要我们避开那个错误，但是现在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甘心的心情啊，不过会很快的就带过，会很快的就听取妈妈的教育，因为知道妈妈到最后都是为我们好的。
所以呢，以上是子欣在接触金玉小博和妈妈接触金玉小博之后自己得到的改变，自己也会继续的把自己的坏习气缺点改掉。以上是我的分享。沙都沙都沙都。我是去年七月来到禅院，在之前我也是去过北方国的道场，然后本身也不懂真正的佛法，然后来到了金叶小佛过后才学到真正的佛法。以前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冲，然后很容易就发脾气，然后自从跟随班爹过后，班爹的教导，然后自己的心态方面就会比较随和，去不像以前这样急躁，然后也把自己本身不好的习气慢慢修正咯。然后自己本身15岁就开始抽烟，然后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戒掉了，也是因为蛮爹的引导，所以我就把这不好的习气给修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跟家里人的关系也比较变得比较好，不像以前也是会有心病在身里，就会很容易就跟他们吵架。现在都慢慢会变成更好，所以还是要感谢满爹跟善通兄们的引导。好，分享到这里。沙都沙都沙都沙。尊者好，不求闻道，我是立君，我想分享的禅院。就是在我要参念之前，像我们兄弟姐妹生日啊，人都会帮父母亲洗脚，可是就是一边洗一边笑，就是不很认真的。可是来到参念，有一天尊者就是提倡我们要顶礼父母亲，可是我都不敢，因为我会害羞，然后我家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也不知道父母亲的反应会是怎样。可是蛮爹的引导下告诉我说，你现在不要做，等父母亲不在哦，你要做也没有机会。然后我听一下有道理，然后就在今年农历新年初一，我们兄弟姐妹就一起跟父母亲顶礼。然后当我抬头看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哭，真的是感动的哭，因为那种感动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每次生日洗脚，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蛮爹也叫我们要把顶礼的视频拍起来，是因为以后他们不在了，我们可以留念。然后我的爸爸很开心跟我们讲，你们这样子做以后小朋友也会跟着做，也会给你长辈，所以我真的要很感谢班队让我有这冲动去做，然后把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谢谢班队，杀毒杀毒杀毒。因缘也是让今天大家可以有这样的聚会，来到金叶小波来供养午餐。然后也是因为看到有一群像 Sophia、丽莲、丽美、Anders 他们、燕娇他们、Ann 他们有想要真的很用心。然后尤其最近看到天灾人祸很多，一年不如一年，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灾难天灾人祸，看到这个地球真的生病了。在每天的早课分享的底下，大家有想把爱表达出来，慈悲表达出来，可是慈悲有时候很真，有时候很虚伪，有时候我们会被逼微笑，它好像没有透过我们真正的心去表达。
每天的早课从5:15分享到大概6:30，26的打坐从6:50，有时候到8:309:00，有时候到8:00处，这样延续了每一天的早课，很多人的心开始可以比较愿意了解到把心的力量提升。我们讲心，做人心要正，我们做人啊，站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讲话的感觉也不一样，感觉自己对得起自己，自己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自己的心越来越正。当我们表演到自己好像很美，外表很正，可是这个心很虚，还是很空，回到家也不快乐，甚至自己读书到头脑很聪明，可是自己感觉到很稳很重，很稳重，可是心很不重不稳，很不正直。回到家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甚至跟自己的太太丈夫孩子女儿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见得会很好。所以那个心正呢，在修行的时候就可能看到内心的慈悲需要从自己散发。所以你们穿这的衣服是救度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需要真正的慈爱和悲悯。表面上真的是只是一个感觉我要救地球，可救地球真正的是从自己出发。那你本身没有真正的慈爱和悲悯，你是虚伪的，你怎么去把爱给爸爸妈妈，给你的老公老婆，你的孩子女儿媳妇女婿？所以很多人到后来跟媳妇女婿的关系都不能讲到很 touch， 他们触碰不到对方的内心。我也是一个人，我有年轻过，当以前的自己和慢慢成长的自己能看到和比较起来，和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戚、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有修行过后的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当自己越来越正直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东西人家也比较容易相应。最明显的是当自己病了，身边的人还可以看到一个阳光，而不是看到灰色的天空。有可能今天你得了癌症，或许是像丽莲的大姑放一个尿袋，他们讲放个尿袋，还是要照顾一个病人的时候，照顾病人的人都会很硬，甚至家里有一种焦虑的，我们照顾的人都会很辛苦，先不要讲生病的人。可是一个修行的人，当慢慢的，如果我是一个演戏的人，他肯定在要接近3年的忙，不可能可以坚持到那么久，将近1000天。可是自己和自己身边人的接触点，他很 touch， 很美。如果自己今天没有修行，相信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个盲人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没有像你们想象中那么的可爱，那么美丽的笑容。你们做错有时候凶起来真的是会骂人的。我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出家人。然后基本上在要真正给予帮助，像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疼我们的爱人还是小孩，我们去买他要的礼物。有的人是买我要的礼物，像我喜欢吃什么我买什么给你吃。那有的人是你喜欢吃什么我买给你吃，有可能那个东西不是我要吃的。所以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时候，那个心的结合点不一样。修行了过后呢，当你真正的慈爱和悲悯，你从你内心慢慢的出发，你会从很多的角度来衡量，到底今天你要吃的不健康，那我就买健康的给你吃。偶尔你很想吃但不健康，我可怜你，我可以给你吃一口。所以很多时候你一个有修行过，他会用酸甜苦辣咸来调味，
像看到很多家庭主妇，她很会煮菜，明明那个菜煮起来很难吃，她过加水一下，加盐一下，又咸又加糖一下，又不够辣加五角粉一下，颜色太白加酱青一下，哇，那个味道煮出来就很好吃，可以加一些麻油，撒一些青葱，那个颜色出来也很美，所以它的颜色也很齐全，味道也很齐全。可是我们再来看它的健康的营养成分，如果每个吃的东西是化学的，那个肉是打针的，那虽然煮得很美，我们吃下去，我们的心也不，如果外表很美，头脑很聪明，心也不见得美。那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很会打扮，打扮到五颜六色，涂的脸很美了，他知道什么，我的鼻子扁，我要涂到高，我的这边红比较美，青比较美，所以他懂得配合颜色。可是在他的家里的关系，员工的配合，他不懂得调他的员工，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把对的语言跟我不同的媳妇讲，不同的女婿讲，不同的儿女，让大家可以团结起来，他做不到。可是他会煮，他会穿，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啊，它不能连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会煮菜的妈妈，为什么你的家庭关系那么的没有味道？如果今天你很会打扮的一个人，为什么你家里的颜色配搭的那么差？对啊，所以如果你懂得配搭的话，如果一个紫色跟一个青色，那如果你中间懂加一些金色啊，对吗？加一些彩虹色，有可能那个 combination 颜色起来就很美，对啊。那如果你硬的把两个颜色连起来，它就不是那么美嘛，对啊。那你会打扮的人肯定你应该懂。所以修行了过后，我们会活用，所以是它是灵活的，教育是灵活的。那当你灵活过后，你们在想，我们孩子要什么，女儿要什么，老公要什么，你给他不舒服的东西，他就生气。那我们总是讲到，哦，你要热我给你冷，苦我给你甜，我给你你喜欢的东西，好像我们在让一个人舒服不了，那个味道终究是甜的味，像加糖加糖加糖，甜甜甜。可是谁没有想真正想过真正的味道是甜还是咸？一个菜肴做蛋糕也好，饼干也好，咸比较好吃还是甜？其实味道真正把味道提出来的是盐，那糖是把味道变得更美，酸辣是把它味道变美。我们煮菜煮肉煮鱼要涂糖还是涂盐？涂盐，要不然那个肉是没有味道啊。所以当我们了解主味是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人到今天的教育是糖是甜？所以当我们了解真正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的时候，好，从修行过后，你要懂得今天我的丈夫的问题，我应该用糖果而已吗？我的儿子女儿的问题，我应该用糖果而已吗？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越来越修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对方是凶的，你用太柔有时候他会压你，你太凶他有时候会反弹，那你要有软和凶，他又不能欺负你，他又不会跳出去。所以只要他想爱你还是他想学习的人，他就会留下来。如果他很高傲的，他很自以为是的，不管你怎么教，我们终究不能逼马吃草牛喝水的，对吧？所以终究我们看到，我们会找到相应的人，相应的人，相应的人。等你，如果今天我的儿子有了解到这一点，他去找到相应的女人，以后我的媳妇就比较好，她未来的家庭也比较不错。我的女儿她懂了这种善巧，她去找相应的人，以后她的家庭比较好，我做爸爸妈妈的也比较安全。我要找我的员工，我要去找相应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还有很多风风雨雨，我们的路不是平的，所以每一次上上下下的感情还是经济，我们是越走越上呢，还是我们是越走越下，下到一定要离婚还是离职为止？所以很多我们有快乐和不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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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经济一直下的，它是这样下的，感觉到有好一点它就下，好一点就在下，好一点就在下。可是如果你懂得用修行来生活的话，你会用做两份工，好了下，
处理一点好像，哎呀，不好了，处理一点好像，我们也是好笑的，可是当我们画那个 chart 的时候，它是往上去的。修行的心念，我们能知道这个身体不管怎样是退化的，到老年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进 ICU 还是就进棺材了的啦。头脑呢再多几年啊，它就慢慢缓慢了，它不能像20多岁那么灵活了。可是心呢，那个心力可以保持着，它的心力的健康可以停留到你越老的时候，只要你没有你很稳啊，你都很清醒的。你不要以为那些老人家，包括丽莲大姑，她是走路慢了、啊、她是头脑有时候都不想讲话，并不是她的心傻、啊、她有经一事长一智、啊、她吃盐比我们吃米多、啊、很多老人懂很多，他们这嘴巴不讲了，因为他们的身体做不到啊，讲太多年轻人不喜欢、啊、所以当你修行了，你将心比心，你将心比心，你将心比心，你的心它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提升，而且越来越正了、啊、那个正我们就得到一种尊严。我们的人活到老要的就是尊严，不，钱买不到尊严，你的外表它不能给你停留，反而你越来越老啊，如果你一直打针打到很僵硬啊，它反而变成很怪，你不管怎么整理啊，它跟20岁的人就是不一样。像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我讲我在外面啊，我看起来我像子欣，我是子欣的朋友吗？但他们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个50，一个23，对吧？所以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能看到的是，我们人要有怎么提升到自己的心有力量。像今天你们来的人，基本上有的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有的40多岁。如果我们开始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啊，来到50多岁的时候会慌的。像我出家了嘛，我从出家开始选择一个人，我是感觉到太多人呢，有时候在家居士也麻烦了，然后我本身也喜欢静下来，所以从出家修完课程过都是选择一个人静静的用功，直到帮助几个人。就像我们讲各自这边嘛，这个后面是后期他们要卖地了，他们才买起来了。单单从这边上面到下面，他们开始建立巴堵的建筑是比较贵的，这样建大概和买地起来要大概5 million 多吧。开始真正出的人才20多个人出钱而已，我身边的人只有19、20、22个人左右啊，他们就完成这个地方了，5 million 多，然后后面的再加出来了。那时候我才出家几年而已，所以基本上因缘就慢慢的这样走下来。而那时候我还没有忙，当然我是蛮严厉的，我对我自己的学习很严厉啊，我对我身边人真的是很严厉啊，受不了严厉的人啊，有时候他们会离开。因为如果你是很硬的人，太软你又熬不下去啊，本来玉不琢不成器嘛，那你都那么硬那么骄傲了，你放不下你的身段，人家怎么帮你啊？对啊，所以很多时候要帮人真的很不容易，要用好多好多的善巧，当然相应的人他们就愿意。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修行的话，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像早课有跟大家有而早课有跟他们分享嘛，像昨天晚上的打坐也谈到，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有律师的朋友啦，有医生的朋友啦，有大老板啦，对吗？有时候因为我本身是算是比较斯文的男人嘛，有时候他们也是工作的人啊，他们有的就喜欢找哔哩吧啦，像你讲像立美形状的人，对吗？那立美形状的这种人也是喜欢我这种形状的朋友的哦，因为他们有时候不，那个大老板也喜欢我们这样的朋友，那当哔哩吧啦人也喜欢我们这样的朋友，因为有时候他们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很顺啊。那有时候他们在 office 啊，律师也好啊，8点多都没有回家，那时候打电话，哎，你在做什么啊？他还没有回家，然后我就讲要喝茶吗？还是他叫我喝茶？所以有时候我久了啊，他们会觉得老板呢，大老板呢，他们自己驾车都不想回家，医生律师还找我们去喝茶，我讲为什么不要回家？他讲他的心啊累到就是不想回家，
所以有时候发现到原来我们的人太累的时候，有时候会都不想要回家，应该睡觉的时候都不想要睡觉，好像有点反常啊。那思想一定累到身体累到都不想睡觉，这个心好像调不好啊。修行过后这个东西就慢慢的提升，也看到很多有钱人聪明的人到后来他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孤单会寂寞，修行心有力过后不会了。所以希望你们今天来了就大家一起共鸣，然后看到他们的分享听几个的都还好对吗，然后也有会鼓励他们分享，因为他们带你们来啊，原本是没有这个因缘的，我这个出家人是没有想说要和你们接触的，真的如果我要接触以前在老师的地方就公开了，我会很凶，我有时候故意喊大大声来让人家出去，我有时候故意像你来旁边啊，你如果你来修理店啊，我会故意骂子欣还是说非常一点点的错，我故意骂到很严重给对方听，如果他真的了解到教育的话，他喜欢他就会来嘛，他觉得哎呦被骂他不要来他就不用来，反正要帮他一个人是一串葡萄来的呢。像我要帮丽美啊，丽美有孩子，孩子有朋友，丽美有朋友，你一拉这个人起来他不是拉一粒的嘞，他是拉一串葡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人家要帮你的时候啊，你以为你要帮你的媳妇罢了的，你要以为你帮你女婿，你要帮你员工罢了，像 Anas 带他的28岁的朋友的儿子来，你要帮只帮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波动他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嘞，他还有两个弟弟他的妈妈爸爸，那个一串的人啊还是有东西要去处理，要每一个爸爸妈妈两个弟弟还有他的问题的嘞，你要把他拉起来的时候啊他是一串的嘞，像我要帮 Anas 他是一串的嘞，如果他讲 Mande 你不要动我的丈夫哈，你不要动我的儿子女儿，动我就好了，那个是很难帮啊，除非他是有能量的人，他有方法去帮身边的人，他是一串的。所以当了解到这些的时候呢，修行是真的很用心的，很用心的，他比读书动手术更用心。最后呢可以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你要了解到，当你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好的老板好的朋友，你要知道怎么这个男人女人是我能依靠的呢，像身为一个出家人啊，首先对我的个人哈、我会看啊，你这个人有病有肿瘤吗，你的肿瘤我有能力拿掉它吗，那如果有我必须要找对的时候，在你没有什么痛的时候就割拿掉，要最快的速度，要不然它会痛很久，要马上跟你敷药，如果你能住下来久就把你的病伤口医好再出去，如果你不能住久一定要想办法给你足够的药带回家，还要带回家的人，如果你聪明的人你知道你给人家给药人家不一定要用，你给人家药人家不一定吃，你为了避免他没有吃药你要每天打电话，我这个出家人有做这样的东西了，所以很多时候到今天甚至忙了，像今天原本我跟他们讲9点多我会出来，到后来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要11点了，因为讲电话讲到10点35分，最近突然间身边人很多人有诈骗的案件，又一个诈骗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很多事情发生底下真的是震动很大一下了，所以要去谈了要把方法生出来，因为我们卡住在一个关系的时候啊，它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你要让这个人的头脑找到路走出来嘛，所以那个路啊，如果你没有让他的头脑放松，身体放松，心放松啊，他的力量提不起来啊，所以在交流中你要在最快的速度放松他的头脑，让平静过后要打开他的心，打开心要给他看到方向啊，所以当你的丈夫太太卡住的时候，孩子女儿卡住，你没有给他看到方向，到后来他还是没有走出来啊。那问题是每次我们给人家看到方向，像我这个出家人到今天啊，明明画到方向给你了，如果你没有推啊，有时候对方都不要走啊，所以你要推一下他又不走，打一下再走，踢一下再走，所以自己要出很多力啊。所以很多人以为像你要教人啊，
教人的学生被骂，对吗？感觉到很可怜哈。其实学东西的人是可怜，因为他要做功课嘛。啊，你炒厨师啊，你要去厨师被烫吗？切菜切块切块切块，切到手流血吗？我很可怜的，这个学生，这个老师很凶，这个 chef 很凶啊。可是如果你是厨师啊，你知道这个味道需要的材料啊，暗地里你要准备了的嘞。Yes， 你要肯定有嘞，洗的你要肯定有嘞，那个锅底你要懂得洗嘞，厨房全部你要懂得做到完了，所有的火柴全部东西仪器都在你的头脑里面了，你才可以做老师啊。而且调味料什么煮的东西，什么菜要放什么料，什么先煮后什么后煮，什么先放什么后放，全部这个人要啊。然后他再还要看你煮啊，你煮错他还要骂，而且他要保持着你每一次煮都是一样的。所以做爸爸妈妈有做到这样吗？我们的阿公阿妈有这样吗？有时候，可是修行的心如果有力的人啊，他是这样的哦。希望短短的分享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啊，希望大家平安健康的。等一下你们谈好了，我们再一起回向了再结束啊。好的，门弟，好，我们谢谢敬爱的尊者，来，我们一起沙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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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尊者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在这里呢，如果大家有想要请示尊者啊问题呀，你们可以啊交给那，你带你们来的朋友哈，然后我们会啊把他交啊给曼蒂知道。所以如果有要请示的人，可以啊告诉旁边的朋友。嗯，好。我东西写过来哈，路上小心点啊。好。好，门弟，现在我们是1:36，我们可以回向功德哈。好，我们一起回向功德。然后要了解的是呢，那边应该有一些法录嘛，那些巧克力的书呢，有2本华文的，这样我第3本的华文会出来，还没有追印好。然后他们也是在筹备中了，已经好了的，在安排 printing， 有在安排嘛，对吗？有租赁费用什么，对吗？英文版的呢，第二册已经完成了，他们也是在 print 着。在这个法录的第一册跟第二册呢，第二册里面刚好他们有放同一篇，放到两面，也没有办法，是他们片牌的时候粗心，不也没有不能做什么了。然后呢，在这个法录的分享是在以前，因为我们出家人的经典是这样的，你有情法我们讲，如果你没有情法我们一直讲了、哦、并不是每个在家居士会喜欢，甚至有的人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身为出家人呢，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出家人讲话的时候，那些小孩子可以暂停不要玩手机，甚至有时候谈4个小时，那小孩子有时候你会看到我前面有很多小孩、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很欣赏听故事这样，然后他们就连手机什么都不动，10多岁的、8岁的、7岁的，他们都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有时候你有吸引力的时候，人家就会给你一种尊重的。然后不知不觉中呢，有时候在分享法以前，我有眼睛嘛哈，他们有供养手机就放在 WhatsApp， 那时候有很多人读了也没有赞叹也没有杀戮，就好像一个出家人一直唱歌，然后人家听了就当着没有事情。那有一次有一个出家人讨论到法的时候，就讲法如果人家没有请到，后来法会不没有价值，人家不会特别尊重法。当你跟人家讲法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变成朋友，像很多爸爸妈妈把儿女变成朋友，讲话是快乐的，可是你教他看他不会听啊，你骂他他会骂回你的，因为你当他是朋友吗？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是想哪个例子，今天你有孙儿孙女你很疼他啊，还是你的孩子女儿啦，家里有你去到一个地方有单人床，你会让你的孙儿孙女睡床还是睡地上？很多人让孙儿孙女睡床，阿公阿妈睡地上哎。你应该一两天呢、啊，你应该陪你的小孩睡地上，你要睡床，你要告诉他我是阿公阿妈，我是爸爸妈妈，要我们两个睡床。像如果你带祖华的儿子女儿，他们要睡地上，
那祖华爸爸妈妈阿嬷要睡床，那这个小孩长大后就知道你是阿公阿嬷，我应该顾你，我应该尊重你。很多阿公阿嬷倒反，阿公阿嬷睡地上，爸爸妈妈睡地上，小孩睡床，他从小到大的意识里啊，你是比我低的，你是比我低的，你是比我低的，像我教你做东西你做的，他一个无形中的教育来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说我们会在下面陪孩子睡，睡到他睡了我们才上去睡，他一睡醒的时候他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睡在上面的，这样啊，以后你们懂的话，你们要慢慢从很多东西调，像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你没有给爸爸先吃？那先给爸爸，你要先给爸爸先，我是妈妈，你先给爸爸先，你再吃。妈咪，我要喝水，我要去喝水，倒一杯给阿公阿妈先。你这样，你要提醒，提醒久了以后，他们对你就你又赚到了，以后他的儿子女儿就照顾你了。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有没有用对的教育来慢慢的去调整？像今天早课有谈到的，我们是华人嘛，聪明的婚纱是西方，你知道吗？婚纱，华人是红色的嘛，对啊。那如果你要穿婚纱，以前人哇，我是穿婚纱了，就戴白花，白花，白花。有一些人就问嘛，哎，戴白花不是戴孝吗？那我们讲美丽嘛 ，OK， 你美丽。那有一天我就认识到一个比较传统有文化的朋友，他讲，他问那个服装的婚纱店，他讲我们华人都不希望戴白花吗？结婚那为什么你给我戴白花，我可以不要戴白花吗？他讲戴白花球，不要戴白花球是死人掉白花球，你去掉我的头。他讲我可以不要白花球吗？他讲啊，那你要怎么戴？那他就去设计他 ringing 的珠啊，设计到珠啊，他做起来不是花就是一种装饰，他做起来又很美哦。啊，过后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婚纱店开始后期有，他是真的有设计的哈，那很多人就跟着他的整个姻缘。像我们是华人嘛，像如果你要去人家病人的地方，也是死人的地方，你穿到很红很黑是很难看的。对，有一些人很避忌，他要去死人的地方又怕自己不好，他穿红。我曾经有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啊，他连底裤内衣都穿红，他穿红裙红鞋，他讲。他想来关心你，可是他不适合来，所以他今天穿红来。那我的角度是这样的，如果你不适合来，你就不要来，你打电话就好了。你来到白事啊，你穿红衣很难看啊，对啊，所以变成很多人真的不懂事啊。那你不懂事，那我们像如果今年新年啊，还是你的阿公阿嬷生日，你穿白衣戴白花，穿黑衣戴黑花，对啊，你觉得高贵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到，哎，好像不适合一个华人的传统啊。因为我们是华人，不是说我们避忌还是什么，这是尊重啊。你懂得尊重你的时候，人家会懂得尊重，互相尊重起来了的嘛。别的种族、别的宗教才会尊重你嘛。对啊，那你连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人家怎么去尊重你的爸爸妈妈、尊重你的阿公阿嬷呢？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会提醒人家。慢慢的提醒了我们自己，从我们的言行举止慢慢的调整回来。同样的法的教育也是这样，到后来来到2017年2018年，我就开始没有写了。那时候写了300多封，我 delete 掉了，还没有寄，然后就 delete 掉。然后到后来我忙了嘛，忙了身边人就，那时候真的很严重，我的肝有1200的脓，那个毒素就侵犯了我的眼睛和头脑，有3个黑点，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吃清血的药，然后已经忙了大概将近要3年，然后在那时候几乎我的免疫力降低到进去医院的时候是皮包骨了。那时候医生还问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你带来的出家人是不是有艾滋病？因为只有艾滋病才没有免疫力嘛，我的身体全部没有免疫力了。甚至我病的时候，我进去那个 MRI machine 要检我的身体嘛，那时候已经有点昏迷了，我会在 MRI machine 那边试镜尿漏尿了，所以那时候已经很严重，所以那他们就快点把我之前写的东西变成这2本书了。可是他们很拼啊，那时候你之前开始收了啦，就快点做出来。当然他们那个是2012年到2017年的东西，可是2017年过后的我都删除掉了，
所以基本上后期子欣他们一起互动的是在头脑，没有变文字了。然后每天的早课跟246我也没有做功课了，只是自己的心真诚的去，很真诚的去分享而已。那如果你们要请，你们是可以请啊，啊，然后那些有慈爱镜啊，你不懂的可以问他们哈。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可以谈的，那我们一起回向功德好吗？将功德回向给已故的亲人和自己，希望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可以被引导了，断掉贪嗔痴欲望。我们有欲望的嘛，有食欲跟性欲，傲慢跟无明。我们希望能更加了解这个世间所有的因缘生灭是无常的，是苦的，是无我的，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希望我们能修到更好，能放下单贪嗔痴了，证出果、二果、三果阿罗汉。我们也将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你们今天又来供养，你们的护法神，你们已故的亲人，如果知道你们有来，他们也会随喜赞叹，有的有供养袈裟，也将功德回向给已经死去的亲人。合掌，随着念，一当咩，念地南，好都，苏吉达，洪都，念大佑，一当咩。Nya 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 Tayo Idang Me Nya 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 Tayo Idang Me Punyam Asawa KayaWaham hotu Idang me Punyam Nibana sa Pacayo Hotu Mamam Punya bagam Saba Satanam Dema Sabe sata Suki hontu Sadu, sadu, sadu.